一如既往，熄灯，三日，或者已经好少人记得，究竟以前长天是有几咁热血，是有几咁虚寒。放温嗰阵，我有幸见过师兄在场上拔河，他们那一份冲劲在当时是很触动的，但是现在似乎大部分长天者都变成了一个等待的机会，失去了应有的干劲。点解呢？可能呢份单属于长天仔嘅热血，一路都唔识。我哋系因为种种嘅原因，先至会将呢一份感情埋藏咗喺心底里面。而我哋 Ancora 正正就系想帮大家喺一场疫情嘅巨浪里面，依然可以稳定落嚟，继续迈步前进，为大家嘅梦想、大家嘅前途继续发光发亮，成为大家嘅希望。所以请投我们三个候选人 Ancora 的票。